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赖冠霖。今天我来拍摄时尚健康八月刊的封面。据说有很多人吐槽我的自拍技术，那么今天我就来跟伟来老师学习一下自拍，然后到时候给各位定时交上作业。那么我们就出发吧。哇，终于收工了！今天总共拍了六套路，现场的氛围就是愉快又轻松，所以希望大家能多多期待。那么，今天也跟老师学了非常好的拍摄技巧，所以说应该能定时交上质量非常好的作业了。那么就请各位多多期待我们八月份的时尚健康见。